点解咁逼嘅？因为你坐住咗啊嘛。好啦，柏谷哥哥咧，一于坐翻喺嗰度先同你哋倾偈啦。你想最中意坐呢度啊？我俾一个机会你，总有一集咧你坐呢度嘅。好啦，今日咧又嚟倾下偈咯。我想知道大家平时咧有啲咩嗜好？大家平时放咗学之后啊，会做啲咩或者会学啲乜嘢？好，温习。温习。Masa， 你会唔会温习噶？你会温习，但系你自己温习定系爹哋妈咪叫你温习啊？你爹哋妈咪咧系好啲好温柔咁叫你温书啊，定系会诶你快啲温书？温书啦。佢系斯文定系粗鲁啊？斯文。好，阿 Max， 你使唔使温书啊？要。要。咁平时妈咪一叫你温书你就温书噶啦，会唔会温温下书就走咗去打机嘅？会啊。嗱，你知唔知炮谷哥哥觉得咧咩嘢系最重要啊？要整炮谷。要整炮谷最重要。Grace， 个心最紧要，个心最紧要啊！个人先最靓。你哋都知道咩系重要喎？咁我又问下你哋啦，你哋觉得你哋自己咧有啲乜嘢系最重要咧？我嘅脑，冇咗个脑仲谂唔谂到嘢啊？谂唔到又咁呆咗，谂唔到嘢就咁呆咗啦。衣服，因为咧如果你冇着衣服冻亲就病咗，同埋心都系最紧要。咁如果衣服同个心俾你揀一样最重要，你揀咩啊？心。心啊，OK， 好，芊芊。我阿妈。你阿妈有啲咩咁重要啊？因为如果我阿妈病咗，咁点算好啊？边个锡我啊？咁如果我搵啲嘢咧，同你交换咗个妈咪，唔得。因为妈咪系最紧要、最紧要、最紧要。好啦，到问你最后一样嘢啦，就系、是、你哋最中意嘅嘢系啲咩咧？可以系食啦，可以系公仔啊，乜嘢都好啦。系我只公仔嘅兔仔，因为佢成日都好可爱嘅，搞到我瞓觉都陪住佢，出街又陪住佢，咩都陪住佢，除咗翻学唔陪住佢。咁只兔仔个样系点噶？你可唔可以？佢个表情系点噶？佢对住你笑嘅成日都，所以你好中意佢系咪啊？系。Thank you。好 ，Gaspa， 你最中意嘅嘢系咩咧？画画。你平时中意画咩画噶？鲸鱼。鲸鱼啊？咁你画鲸鱼系咪要好大张画纸噶？系啊。咁你画完之后，你会唔会送俾人啊？通常送俾边个咧 ？Grace 同埋芊芊。Grace， 你最中意系咩啊 ？QQ。咩系 QQ 啊？我食仓鼠。哦。佢最中意食葵花籽噶。咁啲仓鼠咧食嘢嘅时候个样系点样噶？你可唔可以做佢？我就会发出声音。鬼鼠咁样食嘢咯。Masa， 你有冇啲咩系好中意噶 ？Camping。Camping 通常同边个一齐做啊？你？爸爸。爸爸。咁camping 嗰个啲。妈妈好渣嘅。妈妈有啲咩咁渣？要停嚟停去。点解佢要停咧？好攰。好攰。咁下次你带埋我哋一齐去咯。我唔麻烦噶，我可以一路行上山噶。你带唔带我去啊？带。咁阿 Max 咧，你最中意系咩啊？玛莎。你最中意玛莎啊？点解嘅？你静咗咁耐，个朋友。其实我咧都好中意你哋啊，所以我都想同你哋讲声 I love you。我真的想奖励你哋食一啲嘢，俾你哋睇下先。嗱，依个咧系一个小游戏嚟嘅啫，俾你哋咧拣下五样嘢啦，你哋可以咧拣一样嘢。嗱 ，Max 你拣乜嘢 ？A， 你拣 A 士多啤梨蛋糕，点解嘅？好食。Masa 你拣乜嘢？有爱啦，系咪 ？A， 好彩你答到啫。好 ，Grace 你拣咩啊 ？E， 点解你拣朱古力曲奇咧？又甜又香又好食，咦，你都系拣朱古力曲奇啊 ？OK， 因为好甜，因为好甜，你中意食甜嘢。OK， 芊芊，蓝莓派，蓝莓派点解咧？因为我中意食蓝莓，又中意食派。好啦，其实咧，炮谷哥哥咧头先问你哋咧中意食啲乜嘢咧，其实系咧有原因噶，因为咧我想了解下你哋嘅性格系点啦。头先边个拣 A 嘅，举多个牌嚟睇下。其实咧就代表你哋好念旧，好中意照顾朋友，咁唔怪之你两个咁好朋友啦。边个拣蓝莓挞话？举高个牌嚟睇下，代表你咧好有好奇心，你好想咧发掘下咧入边咧
嗰啲事物系点嘅，朱古力曲奇饼嘅。咁你哋咧，永远咧都有啲少少嘅秘密，就好似啲朱古力咧会隐藏咗喺啲曲奇饼入边噶嘛。你唔咬开佢，你会唔会知道啲朱古力摆咗喺边啊？好啦，你哋今日咧全部都好好喎，咁我应该奖励你哋食咩好呢？哇！真的有爆谷食噶，可唔可以攞曬啊？你中意啦，你係咪仲想食爆谷噶？係。咁你哋仲想食爆谷嘅話咧，下次我哋繼續傾偈，繼續食爆谷好唔好？好。我繼續食啦。